说得好，强者不挑情，我们就来演绎一遍这个维瓦蒂的下，我不知道拉不拉得出来，来试试看。我靠，你看，来很多城堡户了，不用担心。要确定呢、欸。这是玩具琴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他好，我觉得他不能拉。不是啊，你看这个，这怎么拉？这二胡啊，这像二胡的弓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不能拉？就他的弓毛，你知道，这是正常的弓毛。这是不正常的弓毛，好不好？对比一下。俗话说得好，强者不挑情，我们就来演绎一遍这个维瓦蒂的下，我不知道拉不拉得出来，来试试看。气势一百。拉不下去了，那怎么拉、啊？他不是适合拉快歌。好，我们拉慢歌，我们再给他一个不同的尝试，好不好？他的这个琴巧也有点问题。强者不挑情。好，就你这句话。我们挑一首在同一条弦上面可以完成的曲子，我们来一首儿歌。等一下，我知道问题在哪儿。在哪里？他刚刚不是有附说要附贴纸吗？那个贴纸是让你贴在你的把上，你这样才拉得准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你没有。你要说贴在这里是不是？好，哦，哟，不要准了啊！没，是不是贴一张不够？再贴一张！你这里有贴在那个吧？贴那边。好，不然就这样，我们设一个 ending， 先让你练十分钟。好，开始练习，开始练习。10 minutes later， 最后一次机会哦！你要想象你现在是在国家音乐厅的舞台上，没有什么等一下，什么的音调不准，什么狗屎，就是上去就来了。好，请你尊重他。好，他是一把小提琴。好，再跟我念一遍。他是一把小提琴。强者不挑情。强者不挑情。带什么歌？维瓦蒂四季。